每天早上起床，头发总是不听话，不是这里翘，就是那里变形，真的很讨厌。可是换季的时候，我的头皮屑总是让我觉得很困扰。可是风一吹，就像下雪一样，真的很丢脸。每次下班，头发总是毛躁打结，感觉头发变成一大块，连风都吹不开。我每天都有在洗头啊，可是头发太容易出油了，所以都变成一条一条的，看起来好脏。大部分的时间，我的头发真的是很干很干，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生命。那尤其一到换季的时候，我的头发是大量的脱落，真的想想真的很恐怖。我的头发很长，所以很注重洗发精的选择，一定要天然又有效，但是价格往往都很高。现在头发这样拨那样拨，都不会头皮屑了。现在头发变得好柔顺哦，只要风一吹，头发都会飞起来耶。我觉得发根都站起来呢，好舒服哎。现在我的头发你看又柔又亮，就是很健康。它真的使我的头发好柔顺，好健康哦。连续使用无患子洗发精才七次，完全就不一样了呢。轻轻一拨就好顺好顺，头发好像变乖了，整个人变得好轻松好舒服哦，都不会掉头发哦，会让我的手一直忍不住会想要摸我的头发。古宝无患子洗发精，给我头发全新生命。用最天然的成分就可以永保头皮的健康，天然的香味，天然的享受。古宝无患子洗发精真的是我头皮救星呢。古宝无患子洗发精，还有人没用过吗？古宝无患子洗发精真的超级好用。